来继续是台湾国宝的专题报道，要带乡亲来看珍贵的收藏。这几年来，真侪人真介意乌家的唱片，讲较复古、较温度。其实更加早期的留声机甲这个拉力哟，我那真珍贵哦。咱做回来看。今日地下室这个所在，和百年老古董重新得到新生命。这是爱迪生发明的全蜡管，会当杜撰声音的载体，真不简单。伫美国吹到，搁再漂洋过海来到台湾，非常珍贵。有百年历史的专栏，伊当表面会当重复的口调、使用，会开始收藏甲声音相关的古董，其实甲细汉时阵真有关系。对音乐足有兴趣，细汉大家经济无好啊，无可能买这物件。我们很相爱，是这台自细汉看阿公开机听广播的收音机。人就会讲啊，摕个本事人不爱，摕个本事等来，所以拄开始嘛是反对。经过整理维修，愈来愈规模，厝内人嘛对反对到支持。你拢要摕去外口放修理，第一个费用足高，第二个有诶物件已经无人会用修理啊，这个还可以用吗？乌电器背景嘛做过模具，无人修理就家己来，那当音盘更是主打。这留下印记，就亲像见证历史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真爱，偶尔会恶作剧的飘进我眼里。吃老母都早晚啊，只有待在家里，要用个小铃博物馆跟大家分享啊嘞。